现在我们从优酸乳冰糖山楂球中抽取第一组出场联盟。 这个随机制太搞心态了。问个问题，就是淘汰是全部最后再。等比完我告诉你，好不好？好。等麦麦一看，参加我的节目还是少，怎么可能现在就告诉你？对。其实还是紧张的。要淘汰吗？主要是上一场多欢愉，上一场也没有很欢愉吧？我也觉得没有很欢愉吧？没有吗？没有吗？ 你当然欢愉了，来，如坐针毡呀，如鲠在喉，如芒刺背。